《秦帝国》第三部，《金戈铁马》第二章，《兼威咸阳》。就在白起准备回军蓝田时，咸阳的快马特使来到，带来了全副出使仪仗与国书，也带来了甘茂、魏冉、何蜀的密件，要白起做迎后特使，到燕国迎接芈王妃回咸阳。 那封短短的密件，白起几乎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。咸阳大势已定，谋逆全术伏法，新君已入王城，正在发丧国丧。将军熟悉燕国，可以特使之身北上，迎接米太后作速回秦。白起自然立即掂量到了“太后”两字的分量。 新君母子患难与共，新君又正在少年之期，尚未加官，国中权臣林立。用春秋老话说，这正是主少国疑的微妙时期。当此之时，一个素有根基且久经沧桑的太后，可是非同一般。也就是说，正因为事关重大，与迎接新君一般要紧。 咸阳诸方才让白起这个目下不可或缺的大将做了特使。半个月后，白起的特使马队终于到了燕山脚下，继承箭楼遥遥在望了。按邦交礼仪，特使只能带十名护卫进入国都，一千铁骑不能入城。白起下令，铁骑在城外三十里扎营。 自己带领两个文吏和十名铁鹰锐士，并全副仪仗，换成青铜摇车，辚辚进了继城。进得继城，白起径直来到亚青府拜见乐毅。燕国在子之之乱后，借据大权旁落，燕昭王索性不再设置丞相，而以上卿、亚卿分属政务。 而此时上卿只是虚位，只有乐毅这个亚卿是实权军政大臣，中大夫巨心辅助，所以这亚卿府实际上是燕国政务中枢。凡有特使，必先在亚卿府勘验国书印鉴，并沟通出使使命，而后由亚卿府根据特使直觉高低与使命重要程度，安置驿馆的待客等级。 再禀报国君，确定是否会见特使。这一切在中原战国都是由丞相府的一个专门官署完成的。秦国、赵国叫行人署，魏国叫典客署，齐国叫诸侯主客，楚国则叫业者。燕国初富，亚卿府属吏很少，与各国往来也很少，没有专司外事的官署。 一切都得进谏乐毅才能完成。亚青府是一座简朴的三进庭院，门前车马场也只有两三排拴马桩，而没有专门停车的空场。白起高车骏马而来，在连牛车都很少的蓟城，如鹤立鸡群一般。白起素来厌恶浮华，更不善排场。 一箭之外，早早下马，徒步走到了亚青府门，对着门吏肃然拱手道：“秦国新军特使白起，请见亚青。门吏已经早早看见了这一队宣赫车马与特使大旗，心想强秦特使必居傲无礼，整整衣衫，对门廊四名甲士高声咳嗽示意，要精神抖擞的给秦国特使一个软钉子捧。 正在此时，却见白起徒步走来。门立正在暗自惊讶，不妨这位高官斗篷的特使竟拱手礼让。门立顿时觉得大事风光，连忙深深一躬道：“特使稍待，小丽即刻禀报雅情。”一溜碎步消失在影壁后面。片刻之间，门内一阵笑声，乐毅亲自迎了出来。 在廊下遥遥拱手道：“白起将军，别来无恙乎？”身后却是一个大袖飘飘的红衣中年人。末将白起参见亚青。白起没想到乐毅亲自出营，肃然躬身一个大礼。乐毅已经大笑着走了过来，拉住白起的手道：“将军做特使。” 当真难为也，说着一指身后的红衣人，笑道：“这位是稷下名士钟大夫巨心，认认了。”红衣人一直专注的端详白起，目光炯炯发亮，浑然无觉。白起久在军旅，不善应酬，被他看得有些发窘，连忙拱手一礼道：“末将白起见过钟大夫。”巨星恍然醒悟，哈哈大笑道。 将军意相也，举心失礼，幸勿见怪。乐毅笑道：“举心曾师从相学名家唐举，对将军定有评点。走，府中说话。”随着乐毅过了影壁，白起略一打量，见这个燕国权臣的三进府邸，竟是一眼望穿，中间一片竹林庭院，正北。 一座六开间的国事堂，东边一排青砖瓦房是属吏官署，西边一排是护卫仆役的住房。国事堂后空空荡荡，显然是一片后园了。院中除了那片翠绿的竹林，一切都是灰蒙蒙的。乐毅见白起似有惊讶之色，悠然笑道：“乐毅也爱广厦高车。” 西乎，蓟成毁于战火，将相皆是牛车蓬荜，将军见笑了。白起肃然拱手道：“时穷志节显，亚庆居高位而节用，白起景仰之至，岂敢心存轻薄？”白起不善笑谈周旋，一方庄重，竟使豁达豪爽的乐毅哈哈大笑起来。些许细节。 敬得将军如此讲业乐毅诚惶诚恐也。说是诚惶诚恐，脸上却写满了何足道哉。说话间，乐毅拉着白起进了国事堂旁边的一间大厅。上酒。尚未落座，乐毅一声吩咐，白起一拱手道：“国事重地，不当饮酒，何敢叨扰雅庆？乐毅笑道。 别个来，乐毅也不想演将军前来，却要破例。巨心喟然一叹：“亚青律己甚严，今日破戒，难得也。”说话间，一名老仆已经抱来了三坛烟酒，又有一名小厮捧来了一个大木盘，盘中三只陶碗，三方红亮的酱肉，仅此而已。片刻摆得齐整。 乐毅亲自开坛为白起聚心斟酒，而后归坐举碗笑道：“乐毅久闻白起军中人杰，相见恨晚也。来，为将军洗尘，共干一碗。”说罢，举着大碗鼓鼓饮尽了。白起双手举碗道：“亚青名将世家，白起行伍后进，何敢当亚青如此讲业？谢过亚青。” 也举起大碗，鼓鼓饮尽了。乐毅摇头道：“将军诧异，岂不闻名相起于周部，猛将发于卒武，战阵死生之地，最见真才。世家云云，岂是我等所看重？”白起原是本色秉性，最为厌恶名门后裔的虚荣浮华。 见乐毅，非但不以名将之后教人，反倒鄙薄此等行径，不禁心中一热，大是感慨。亚卿之言，正是雄杰情怀，燕国大幸也。乐毅大笑，拍案道：“据心大夫兼通相学，且说说座中雄杰何人？”白起道：“亚卿笑谈了，形象占卜。” 军旅大计，白起历来不信，何足为凭？将军差矣！一言落点，巨心大摇其头。星象占卜之用，在谋，不在断。断事决策，不以星象占卜为凭，而以克尽人事为根基，此乃事之本也。然其所以长盛不衰。 便在于卜人谋之短，揣测明明未知之奥秘。人事天道既有奥秘，则必有不测之变。是以星象占卜常多明实相违，使人错愕不已。雄杰贤智便大多视为虚妄。譬如，周武王兴兵伐纣，而占于太庙，时当雷电交作。 太公愤然踩碎龟甲，大呼：“吊民伐罪，乃天下正道，当为则为，何须问腐朽龟甲？”由此观之，将军所言乃是正道也。然若用于官人谋事、形象占卜，则往往能料人谋之不能料处，解惑不差，而未必处处荒诞不实。 其中更有天赋异禀者，其神异之能往往令人啧舌。以孔夫子之博大，不言怪力乱神，却修义而为编三绝，况于我等乎？究其实，星象占卜为弃用之学，用之当则当，用之不当则不当。一言抹杀，将军有失偏颇也。一席话。 名士论学一般细密。白起听得一怔，拱手道：“大夫之论，成为一家之言。白起谨受教。”对此等学问，白起原本不甚了了，军旅实战更是实打实的凭实情断事，从来没有过观星看相占卜的经历。从少年知书习武，白起便信奉兵家以人事为本。 从不相信所谓的天官阴阳、旺气断兵之类的虚妄之说，在他的记忆里，所有的兵家大师都是这样的。天下君主魏惠王最是信奉这些东西，仗越打越败北，人越用越平庸，到了晚年百思不得其解，专门与精通兵法的国尉聊，探究此中奥秘，开口便问。 人言皇帝天官之学可以百战百胜，究竟有无此等学问？魏了子回答的明白简单：“皇帝者，人事而已矣。如攻不能取，战不能胜，非无时可用也，皆人谋之事也。”紧接着，魏了子对爱听故事的魏惠王讲了两则故事。第一则，武王伐纣。 依据《一句天官书》，背水为阵乃死地，向板驻军为废军。可周武王率领两万两千五百精锐士兵开战时，是背靠济水，面向大山列阵；商纣的十多万大军却被杀得望风溃逃。末了，微了子问：“聪颖勇武如纣王者，莫非不知周军违背了天官阵法吗？”第二则，春秋楚齐之战。 依据天官书，两军交战，彗星出，星柄所指向的一方获胜，对方则不应发动攻势。楚大将公子心领大军北上，在琅琊与齐国大军相遇，恰恰的彗星出现，且星柄正在齐军方向。副将们劝公子心赶紧回军，公子心却哈哈大笑道：“彗星蠢物，何知军事？” 用扫帚向斗，正要用扫帚柄打人了。次日立即发动猛攻，大破齐军十五万。末了，魏了子举出了《黄帝经》的一句话：“先神先鬼，先计我智，先听信鬼神，不如先考察我的智谋。”并一言以蔽之的告诫：“人言天官，人事而已，岂有他在？ 凡此种种，白起当然不会赞同巨心的说法。但身负使命，白起不想与人争辩这种虚妄故事，勉为其难的认了对方是一家之言，也礼仪性的表示了仅受教，便不想再说了。巨心心性旷达，也听出了白起的言下之意，看着白起笑道：“方才虚论而已，原是见仁见智，将军莫要上心。” 今日得见英雄，巨心自感荣幸，愿为将军进一言，以作日后佐证，如何？虽是笑意殷殷，却也认真诚恳。出交礼仪，所谓进言，自然是对对方缺失有所劝谏。白起虽然严正，却从来虚怀若谷。听巨心诚恳言辞，肃然一拱道：“白起粗莽。” 先生教我。乐毅大手一挥，笑道：“酒意快言，将军何须过谦？且听巨心妙论便了。”巨心悠然一笑，打量着白起道：“将军头骨如长矛，锐气贯顶迎出，此谓兵神之相也。更兼鹰隼角目，塞纹入颊极深。” 主雄沉坚刚，锋锐无匹。十年之后，将军威名将赫赫大出；二十余年之后，天下将无人敢与将军对阵也。巨心说话时，乐毅瞄了白起一眼，初次认识一般，瞪大了眼睛。白起此来是文职特使，虽然内穿牛皮软甲，外边却是斗篷玉冠。 没有了上次的戎装甲胄，更显得头尖如矛，再加一顶四寸黑玉冠，整个头型竟比寻常铁矛还长得些许。一头长长的黑发拢在脑后，活生生如大齐铁矛下的黑鹰一般。一眼望去，一双细长的三角眼炯炯生光，庄重肃杀而又凛冽难返。 乐毅不禁长长的咦了一声，惊奇的笑意溢满了脸庞。骤然之间，白起哈哈大笑道：“天下之大，白起纵有战阵之名，如何便能吓退天下劲敌？有乐毅亚卿在座，白起焉能没有对手？先生笑谈了。”巨心丝毫没有笑，向乐毅一瞄，稍事沉吟道。 乐毅压青，自是名将大才。然则时也，势也，不可尽言。将军之相，却是万不失一。白起拱手道：“先生之言，暂且存疑了。愿闻然则之后。”巨心喟然一叹，果然一句“然则”，接着道：“将军刀眉横阔。” 眉宇间肃杀充盈，此谓杀气过甚也。战阵之间，将军若能得止且止，可成万世之功也。白起眉头大皱，终于忍不住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得止且止，兵者死生之地也，何能如宋襄公一般迂阔？如此然则之言，不听也罢。”率直的有些生硬。 乐毅拍案赞叹：“出交不忘本心，将军本色英雄也。”白起对巨心拱手歉疚，笑道：“白起鲁莽，尚请先生见谅。”巨心爽朗笑道：“不是折冲，发乎本心，真大将也。巨心敬仰不及，何敢有他？”如此，谢过亚卿大夫。 白起一拱手，转了话题。身为特使，白起不敢单言，上请亚青府即刻勘验一应文书，并排定觐见燕王日期。了却国事，白起当与两位开怀痛饮。乐毅悠然笑道：“将军勿忧，秦国大事既定，芈王妃自当回国。将军歇息一晚，明日我陪将军觐见燕王。” 白起惊讶道：“亚青未看国书，白起亦未说明，何以对白起使命了如指掌？”巨心笑道：“乐毅虽是兵家，却有策士之才，谋国料事如将军临敌料阵一般。他早料定秦国大事将定，将军将为特使来燕。” 《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》第二章《兼威咸阳》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